10月10日，澳门奥比斯爱眼行动2024启动仪式于澳门中银荷兰园分行举行。今年活动以分享小确幸为主题，由即日起至12月6日，将举行奥比斯救盲展览等一系列推广活动，向本澳市民宣扬护眼理念。爱眼行动其实我哋已经做了超過10年的了，因為其實我們這個辦公室是2006年開始，在這幾年裡面都加插了一些線上的測試啊，加了一些 health talk 啊， based on 這些線上測試，也都呢同時間呢也做多了入學校，即是擺展板啊，除了我們現在有這個 exhibition 啦，咁也都有我們的線上的小測試啦。咁籌款方面呢，我們今年呢也都會加了兩個在街頭做嘅籌款活動，咁所以希望咧，到時咧大家都會過嚟支持。今年活動亦於即日起至11月24日推出紫外線與眼睛老化線上小測試，所收集嘅數據將用作分析用途，並於12月6日嘅護眼講座上公布。